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，活着又有什么意义？可为什么只有我该死？倒真是我妨碍了你们所有的任务。我仙羽除妖治术，普渡人间，我换来的又是什么？我放弃神器，斩断仙根，我这么做值得？ 这就是宿命吧。看来，我是一个多余的人。